我来观战一把孟老师。孟老师这边的话，病患机油手小女孩加子弹加，哎，这个阵容还蛮特别的。刚说完，就子弹加已经划了一道了。什么感觉呢？就是我都没有反应过来，就看到子弹加这边血线已经不一样了。这个阵容其实打那个。风眼的话，我觉得有说法。你看这边机油手一手控，子弹家这边，哎，子弹家这边的话，你别说，孟老师想要来打刀，还真不好说。但这边的话，地是已经给你封了，但子弹家有没有操作起来的可能性？回身一刀的话，那我觉得子弹家这边要利用自己的飞轮加这个电筒逼出这个闪现。当然，如果说能够封住这边的技能，不让他交出这个闪的就更好。沉默一波，然后再回头招。哎，你别说啊，这个闪现可以被压很久哎，因为沉默了以后，这个闪现 CD 是不动的。哎，这块板子似乎是拉近了双方之间的距离，再一滑。好了，这个局基本上已经进入到孟老师的节奏了。这个阵容呢，虽然说非常的特别，虽然说它有不错的上限，但是这个阵容有个问题，就是它很脆，它非常非常的脆，它极其的脆。摇下来了。孟老师有没有带困兽啊？孟老师没有带困兽啊？孟老师三追猎啊？有闪现了。怎么说？咱家有飞轮，造一波沉默你好，再继续造。这刚才哪个菜逼说进入到了孟老师的节奏的？啊，闪，扛刀，没扛住。机油手这边有没有想法？离得太远了。密码机的话，准备没到圣诞。还是孟老师的节奏、这个阵容刚没讲完，这个阵容它突出一个脆，现阶段只要能把这咱家挂上，我敢说穷者救都不一定救得下来，你不秒救就救不下来。再来，这机油手又来了，别搞呀！我刚下完判断，不能，那就是这边一球打开，一棒子打开把人救下来。好，可以掩护一手。这波你别说啊，我觉得这个击球手确实做得非常非常到位啊，他的一个出击的时间，包括他的一个救人的一个思路，我觉得都可以，真的都可以。这边掩护，只是呢这边这个密码机差的有点多，就我觉得求者扛能扛一会儿，但不一定能扛到真的扛到这密码机修完，毕竟你等于说这边子弹家现在修不了机子，这机油手现在也修不了呀。骗你飞轮，等飞轮交，漂亮，这飞轮压的可以啊，这飞轮压的真可以啊。这手飞轮子弹家是属于捏得很死很死，在关键时刻打出的这一手飞轮。这边起超频要来封，封住子弹家倒地，但是子弹家倒地归倒地，机油手还在。机油手这边的话，等到子弹家倒地，哎，孟老师这边的话滑墙了，翻。好像这波没能封住。等会儿，不好意思啊。突然打喷嚏了，来看机油手的操作，这一波没能封住机油手其实蛮可惜的，他如果封住机油手，一轮把这个机油手秒了，这把孟老师，我又要说了，还是孟老师的节奏。这边子弹家交自己，然后子弹家这边的话，回手一波照出一个沉默效果，但是身位拉近，一刀倒地，机油手还在旁边，这把机油手给力啊，哎，真给力啊，你别说啊，这机油手在旁边拖着。这已经拖完四台机子了，我们可以看到外面总量已经快修掉四台了，就还差一台。要知道的是，这个子弹家是个二挂，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这边待会儿病患来救一波人，对吧？这小女孩这边的，哎呀，小女孩倒了，这里病患不会也要倒吧？孟老师，因为这个子弹家是教自己的，孟老师中间一波节奏直接把
我刚还觉得求者修完四台机子，然后基友手这边再掩护一手拖一拖什么的，这个局会不会出现一个四人开门战什么的，这是一个张狂啊，所以说这三家一时半会儿摸不起来。这边病患一滑倒地，看了一眼病患，看了一眼病患，这边用墙来防这个病患，一百多点能量一滑没滑到，来镜头给到病患，这个病患要救人其实不太好说的，你得看孟老师防哪边。我觉得孟老师站在这边防小女孩，利用机关墙来拦这边的病患，将病患先滑倒就可以了。继续做防守。好，这边孟老师再换。人能救下来吗？人能救下来，人能救下来，套上薄命。这边牵起来，挂上慈岸家，一轮从三倒到现在，穷者三人活，但他们的状态太差了。这个慈岸家就一定得卖了啊！这个慈岸家就一定得卖了。而且现在的话呢，小女孩就要自起的。这个击球手是个挂飞，其实穷者已经是走在了悬崖边，只差一步啊，只差一步。而孟老师现在的话，其实手里面有人，等到挂飞以后呢，他再去追下一个人，其实完成一个击倒。我觉得还是偏多抓，就中间那波节奏，说实话是我这个级别的，或者说非这个级别的风眼，他不太能够去提前预判的那一波节奏，就那一波，对吧？手上面一个倒地的子弹家，就其实我是很难去想到先去把外围的球者给逮了的，但是孟老师通过那一波把小女孩划了。把击球手击倒了，把病患划残了，这一轮划完，这又倒光啦。小女孩是教自己的，这边这个是挂飞的，击球手这边，躲掉球，十五秒的闪现，他其实回头去挂这个病患也行。这边的话起一波能量墙，把这个点先封住，边路往外顶。虽然说这一局的一个结果上面来看呢，应该是一个多抓，但这一局我觉得在操作层面上面来讲，击球手、慈岸家，我觉得做的都蛮不错的。啊，就只可惜这局是个路人局嘛，所以说球者这边他们并没有打出特别多的配合。就击球手和慈岸家应该看名字就是双排嘛，所以他们打出了一个不错的配合，但其他两个队友的话，可能没有办法给到这样的一个配合。所以说这个局可能密码机上面的一个安排呀、修机的一个，哎呦，这两个叫自己，这边击球手，走位躲一躲，这边糟老头子坏得很呐，这糟老头子各种滑墙，手里面闪现已经好了啊，没了没了没了。也看到了，就有多少观众跟我刚刚一样的，就感觉好像求生者有那么点机会了，对吧？燃起了一丝丝的希望，然而这一丝丝的希望在瞬间的一波爆发当中直接全部烟消云散。啊，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。